我想看，我没有，我只是随便说说。你们想看，我就带你们去看看。谢谢我的南瓜马车。爸爸说是代表队的。怎么说？那个飞的我好想玩哦，可是我的裙子不允许。这个，哎呀，他背对着我，他的腿好看，他的腿子真的好看，看，好看吧？我觉得这个非常不错。谢谢爸爸的飞机，谢谢爸爸。走近点贴着他，带我去跟他聊天吧，我们去跟他聊会儿天吧。等啊，点错了，当二台什么鬼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点错了。哦，我关注了谁呀？我们去找他吧。哎呀，等一下，包包又卡住了，我好像个睿智。陈姐姐你好，你好，你来几天了呀？两天，我今天第三天了。我们都觉得你好好看啊，就是来跟你聊一下天。对，小姐姐好，小姐姐你是哪里人啊？上海的。哦，你就是上海的。那你现在在念书吗？还是？念了。哦，看着看着就很小。好看吧？是吧？好看吧？你多高呀？1.76。啊，垫一下我的半脚尖。他很高，他腿好好看。我第一眼看到了你的腿，对，然后我就跟他们说，我说我今天开始我就是个老色批了，我就说你的腿好好看，好好看，长得也很好看。我是这个身高，我在前面，对，是我太矮了，是我太矮了，没错的。还有一个小姐姐，两个小姐姐，我们展台的小姐姐都很好看。别，我也没有，没事，不要理他们，有腿就可以了。对，旁边的小姐姐也很好看。你们来几天呀？一共四天，我们都在。明天也在是吧？我就来一天，能不能多看看？能不能多看看你们？那你现在平时有这些活动吗？对呀，一直在做。然后就。吃饭了。哦，我想跟小姐姐聊天，我不想去吃饭。那你先聊吧。等会儿。秀色可餐是吧？对，我看着我已经饱了。看饱了？对，小姐姐想不想吃饭？你们什么时候去吃饭呀？现在几点了？还有。现在快12点了。6分钟就换另外两个。哦，然后你们要换班是吗？这是哪个？斗鱼，对，斗鱼平台。好呀，好呀，好呀。那我可以加你个微信吗？好呀。怎么了？看不起我吗，恋人？
我扫你吗？你手机在不在？没拿。那你试一下。欢迎可贝。学到没有？看着点时间啊，一定看着。哦哦哦，我的腿子来了，上海热嘛，啊，他又走了。他玩，我玩游戏，我
边很远。很远是吗？不是，从那边走过去可以感受一下。感受一下。感受一下。就是很远的意思，是吧？不是，先从驿馆先。走到隔壁馆。对，往那边走就好了。行，我就随便逛一下吧。我现在这个展示逛逛嘛，我不会走远的。这是一六馆啊，还是个一五？一五。啊。就是一五。好，我去看看。走。我们是第一吗？是。好起来了。我说实话，很久没有过户外了，我手好酸啊。我手好酸。小雨让我去抱抱。N3馆远不远？啊，还挺远。还有一四，我们去一四。一四在那。走，我去抱小雨，抱小姐姐。一四馆傲风展台。一四在这儿。一四傲风展台，我去看看他在不在。小雨说：“等你不忙的时候，去帮我抱抱小姐姐。”在吗？再小雨抱一抱。哇，好热啊！爸爸他在呢，他在旁边呢。啥？他说你是工具人。提袋子没有袋子，我就背了一个包，包里面放充电宝，那个得我自己拿着。意思是这个美女，好的。好的，小雨瓜皮，我去找，因为我在一五。哇，好热啊！傲雪展台。傲雪展台，我们傲雪，我们就走走逛逛嘛。傲雪，我看一下在哪里。傲风展台是吧，小雨？好，你们走走吧，我也不知道在哪儿逛一下。傲风电竞椅，好，看一下就好了，我们找一下。暴雪展台在哪里呀？暴雪在N那边。远不远啊？还好。今天暴雪谁在呀？不知道。你怎么不知道呀？因为他演出都取消了呀。哦，那是主播还在呀。暴雪哪来的主播？暴雪没有主播吗？没有。昨天不是说昨天都走去了吗？昨天应该是有。那今天肯定也有啊。他每天都会有新的呀。理论上是这样，但是他舞台不准有人。哦。所以我怀疑就没了。暴雪离我比较远，我先去找傲风吧。傲风在哪里啊？暴雪会有的。Coaster
好热，我看他们。爸爸，你要帮我找一找哦。好帅呀，他是 cos 英雄联盟的那个叫什么来着，叫啥来着，我本人，我看起来本人叫什么萝莉，暴走萝莉，啊，欢迎请吃金克斯，如果比如说带追的话，那有点丢人啊，是不是？就是当场就给我退了，不管了啊。给谁有咖啡了吗？对不起，来，现在是小的。在平时的这种比赛场上展现的机会比较多嘛，能给到我们是有一个表现的机会。是，就起码怎么说，这个淘汰王还掌握在自己的手里，对不对？哪怕说最后的这个最终淘汰不是你这个拿到的，但是淘汰王还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啊。当然，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猜想啊。那么我一下，现场大家也是。坐在了我们的骁龙电梯区，在哪里呀、啊？它有一个非常复杂的高楼啊，这是很容易的，大家知道吗？我找不到。
罐头咖啡。逛展会好累哦。还是好好喝啊。我以前也做过很多展。但是我都是什么车展呢、啊、车模。不，我这么矮，我当什么车模？你太瞧得起我了吧。你不觉得我很矮吗？还可以，比想象中的好一点是吧、嗯、我经常说我一米五一米五一米五。欢迎我兰兰，经常说我一米五啊，好好。要不我们再自己展馆逛一下吧，其实我们这个展馆也没有逛过，我们这个展馆人还挺多的，我觉得我们这个展馆比隔壁展馆人多很多。哎，是因为你爸爸好会啊。我们展馆人就挺多的，旁边武力全开是干嘛的？吗？跳舞机啊？我不是，我不行，我不会。跳舞不是你本行。跳舞是跳舞，跳舞机是跳舞机。这是 Switch， 怎么？我不会，没玩过。起码可以试。看一下还是可以。我会跳舞，但是真的不会跳舞机。好的，谢文山的福袋，你送福袋干嘛呀？哎，我小声一点，旁边人都在看我，我是怕你们听不到我讲话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钱哥特别喜欢这个。这个是吧？没玩过。就是他惩罚输了，他一般是跳这个。哦，结果有一次我给他是 PK。 哦，哦，有人的哟，我以为没人呢。那我可以，有人就行。那我可以。要排队。来了。看不到。欢迎深红。哦，懂了懂了。欢迎幺零哥。这个要排队呀，我没玩过这个。右边这个跳的还可以的。battle， 可以了，你们要想这个，他这个动作是随机出的，也没有跳过。你笑的是现在，而不是永远。
这么帅的智慧出现在动漫，而生命般是不是我表中的模范？这个 rap 还可以。